紧要噶，唔紧要噶，冇所谓噶。进攻，三秒进攻，维丽，侯正昌舞蹈舞蹈睇住先，睇住出面有入波話我知，入波犯規。侯正昌白色一分入，好多一分入，嗰啲係最後。幫我睇住先。搞掂，可以研究一下嘅。分白色入一。
最少打三場，分組打兩場之後，點都會晉級。你叫佢過嚟，叫佢過嚟。你繼續。唔緊要，你問啦。打幾多場㗎？如果譬如男仔，最少打三場，因為我哋分組打兩場之後咧，如果你成功出線，即係我哋三隊一組啦。咁首次名出線，你成功出線之後就會打四強。同埋季軍或者冠軍戰，如果出唔到線嘅話，即係第三名嘅話咧，就會我哋有一個名次賽嘅，OK， 明白，真係唔係？係，即係點都要打三場㗎。秒成功，三秒。直播喎，你可以睇翻。有冇直播彩？有冇直播個聲？即係嗰個排名。排咩叫排名？有冇直播？有。出線到邊度？有呢度咯。send 咗條 link 出嚟啦。我又唔打信。五秒進攻。冇錢打信。三秒。快到神聖上到。呢邊係邊隊啊？你呢邊係？十九大黄城西，19对大黄城，明白。十九通知咗未见大黄城西。好啊，大黄城西系白色噶，佢哋有写名，有写名。上面。两分钟后。啱啱隔離係22分啊，有一場。邊度？隔離咯。我行開咗。唔緊要，我睇啊。幫我睇住出邊先。好啊。好先。犯規發生啦。好。只有40秒，講樣嘢啊！係，我冇撳到錄影啊，冇錯。有直播咪得咯？邊場啊？你 mark 低佢啊！你 send 上句話，我夜晚 cut 翻出嚟啊！陣間，點解唔用條線啊？咩用咗？我用呢個噶嘛。
誒幫佢，幫佢，幫嗰邊，幫嗰邊揾人。大麻牌喺上面啊，骷髏骨頭嗰、那個。大麻牌。三秒。